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继续回来。我们再回到未来模组包，正如同我的标题上所打，今天来了新成员。这一位新成员呢，刚刚在外面被打得很惨啊！那狗你把他带进来，不行！我赶快把门，对。把东西放，把东西封上，把封起来一下。不是你， okay, 我觉得你的溜溜球最好不要抓在左手，有没有？你随便按个右键，溜溜球就出去了。对啊，没有。我看到有人评论说是希望我把我的溜溜球抓在我的左手上，可是就是会变成像刚刚那个状况，溜溜球就莫名其妙就弹出去了。所以我是不太希望变成那样子啊。那这边有一格，你有没有搬砖啊？是不是被你吸走了？刚刚之前我看一下，好像没有耶，我没有吸走。好的，所以呢，这位刚刚把狗带进来的人呢，自我介绍，其实大家都认识你。阿雷，好了，他就是阿雷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介绍完毕了，走吧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开车走吗？没有，我停好车嘛。这样子，你把车堆了，你车怎么会在我的床上？压在你的床上，你要干嘛啦？但是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嘞。好了，我挖一下，这边挖了应该可以吧？我原本说，因为我一开始对不对是很怕这些家伙的，所以我把这边先封起来。哦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变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变强了之后就再也不怕了。变成停车场了，这边可以变停车场了。好了，这边比较大一点了，来吧，直接过来吧。OK， 来，喂，挤一下，喂，可以哦，这可以哦。所以阿雷呢也再一次的做了一次任务啦，然后所以他又把这台车弄出来。然后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多人做任务的话呢是会一起完成的，所以他完成了任务之后。我又可以再拿一次了，但是我就不拿了，好不好？我这次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了，不拿。现在任务的话，你得继续接下去做。好，我先帮你把车先那个停了。OK， 对，引擎太吵了。那半砖有吗？半砖先放上来吧。半砖，我没有，你没有半砖，好吧？那还是说现在是说把你的装备要先弄起来啊？哎，对，可以，我真的需要装备，所以说我应该就是先把那个只有溜溜球跟一把铁剑，铁剑就不要管它了吧，我直接做一把超强的给你了，就是那个凋零的那个骨头做出来的剑哦，是的，但你有没有那个木棍？好，算我自己做吧，木棍，因为我现在身上其实还蛮满的，做把它做一做，我现在身上其实蛮空的。来啊，这是这把神武出来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直接给你了啦！来一下，你可以去试砍一下外面那一个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是你身上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掉出来了！啊，我放在背包里面了，等我。你没事吧？放到背包里面干什么？因为他背包会自己吸那个。好，你背包会吸东西哦。对，附近有怪，无法睡觉。哦，痛！啊，怪怎么是从那边来的？哎，他从哪边来的？他进来了，他是走进来，我刚刚出去那一瞬间走进来的吗？啊，好像是哦。这么聪明，他会声东击西的。现在，哇，太可怕了！他引你出去，然后再进来。有没有这么猛啊？还是下面洞窟有没有什么怪啊？洞窟一定有怪啦，可是他们要走上来没那么容易啊。虽然他们自己会挖矿了。你知道有些有些僵尸会自己挖矿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超恐怖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躺了，赶紧吧， okay. 先躺了。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任务了，打任务还是要先做吧。对，任务做一下，来。尤其我上次呢，其实自己私底下有去收集了一些资源咯。哦，是的，所以应该已经可以制作了，但是我身上好满了，请先让我放一下吧。然后怪的话，可能暂时先麻烦你解决一下了。没问题。有，顺便刷点经验就可以升级。对，你的武器啊装备你都给它点下去了，那你就变得说超级不怕什么怪打的之类的。对，你不要说那么容易就会死掉，像我已经基本上被打到不会怎么样了。哇，就突然之间，可是现在进化到这样。食物的话，对，食物的话，哦，你现在食物是吗？食物其实我有一点点。来，我再给你一些鱼吧，烤鱼。我跟你讲，你要食物的话，哦，来，出来。带你去找食物，这个家伙先给他死了。然后我们要找食物的话，先其实也不用翻山越岭啊，不过我们翻山越岭也可以了。要翻一下，你前面那边就有一条河流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他们去找你，有河流里面就去砍墨鱼哥，应该很容易生墨鱼哥的。墨鱼哥一生出来，你就把他砍死就可以了。有 OK， 所以你就在外面打打怪，你应该撑得过去吧？然后我去回去
制作一下，对对，制作一下那个任务的东西，因为我制作完成的话，对对对，你也会一起完成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会一起完成。好，哎，这边有一个花，它会散发，哦呦，这是效果，这是效果吗？我怎么觉得，我怎么觉得状况好像不太对的样子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挺得住挺得住。你确定你可以挺得住吗？可以。所以像现在对不对，我们又多了一个苦力了，那这样子就变成说我们应该可以一个人盖房子，然后一个人打怪了，对不对？欸，可以可以可以吧，这样没问题。对，希望是可以办到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先，我先把该弄的东西先弄出来一下。上次说缺乏的矿物，那大家有留言跟我说呢，我可以那个啦，把矿都丢到那个熔炉里面去嘛，然后变成双倍矿啦，是可以啦，但是因为它这里面的燃料不太想要浪费掉啦，不过也许未来可以那个啦，就让它浪费掉应该是没关系的。对，矿物多的话比较重要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下一次之后就是这样搞。我们先把东西该做先弄出来一下。好，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有有有有 有。所以得到了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也不太知道，反正先拿了就是。Providing input。拿了之后先塞进来一下。现在我们的箱子真的是已经炸掉的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好 ，normal fluid 的这个要怎么弄？哇，这要弄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可携带的那个水箱哦，为什么要弄这个可携带水箱？要怎么合成呢？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玻璃，需要玻璃了耶，要玻璃还要铜锭哦，所以要去烧一点玻璃了。对，那没关系啊，那玻璃其实也可以就用这边烧就可以了。那沙这边是有的，玻璃原本就有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之前带了很多玻璃过来，所以玻璃是我本来就有的东西了。啊，从那边从一开始带过来。对对对对，那个之前在收集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收集了一堆的玻璃起来的。对对对。然后铜啊，哎，我现在铜好像偏少。好了，铜就拿去烧吧，直接拿到熔炉里面去烧就可以了。直接烧起来。然后我该合成的东西，它这个合成的东西哦，真的是看到的头都有点晕了，你知道吗？合成这么多东西到底是想怎样？要两个这个，所以是我身上的其实就够用了，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还需要什么？又要一个漏斗了，漏斗又需要铜齿轮，又要铜锭了。铜锭，那就要代表要开始挖矿了是吧？不用，铜的话我刚刚融了一些，所以说你现在还不需要。你现在在外面找东西嘛？对。你现在的目标应该任务就是很简单，你先去收集资源，然后。对，升点级，然后把自己的装备搞起来，这样子。搞起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强壮一下。当然了，阿雷可能并不是那么长可以来我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时间上的关系，不见得可以了。对，能来就是尽量来玩一下。对，但是不见得说一定都能来了。对，不过来一下才会蛮好的。来一下还不错啦，哈，还不错啊，好玩。很久没玩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砍树，对，很久没玩了，大概有好几百年吧，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我家里的那个，哦，痛，哪个臭狗？这个狗，我家里的那个点，我好像没有记到。然后你 TP 我回来就行了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啊，也可以，我等一下 TP 你回去，我先收集一下资源。好，有了，这是解任务。任务又完成，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叫做原木鸡。原木鸡，嘿，原木鸡就是他下蛋会变成下原木出来，我把它放在家里。哦，他可以下原木出来吧？不过要13分钟才会下蛋啊。没事没事，要有两只嘛。对，你那边有一只啊，然后我这边也会有一只啊，对吧？因为你那边也完成任务了，对 ，OK 的。对，所以可以稍微加快一下速度，13分钟，不错。接下来我需要钢锭了耶，现在钢锭要出来了，现在要有做钢了。钢锭，我要做哪一种啊？欸，它有三种钢锭欸。哦，三种应该都可以啊。我一查怎么有三种，哦，三种四种，不能有四种钢锭，等一下。它有做哪一种啊？你是不是杀到鸡了？它会咬人欸。你刚刚打它，不是吗？它会咬人欸。你刚刚打它了。它会咬人。所以
你没事不能打击，我就说你溜溜球不要放左手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，溜溜球不能放左手，太可怕了。溜溜球放左手就会出现这种事情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你现在这些鸡全部被你的汽车挡住了。对 ，OK。但是你走过来，他应该又要开始打你，是吧？哎、欸。这该怎么办？为什么要记仇？你能不能就是先去被鸡给杀了之后再说？那这边有两颗头，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是我们互相杀来杀去，有没有几率性会掉落这个头颅下来的？所以我们是已经互相厮杀了一段时间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他该不会就是我把那个机器先组装起来了吧？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一连串任务，然后他要我把那个机器组装起来啊？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这个，我看我把它组装起来，它会发生什么事？好了，所以我需要那个高炉砖嘛、哦？对，强化高炉砖。哎，我放到哪里去了？这边我记得有，对。啊，所以你刚刚有说什么吗？没有，强化高炉砖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还是得在旁边再多挖一个空间出来，来放这个东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，那我再看一下，我们这边为什么会这么多怪、啊？很好的问题，这个本来就会有一堆怪，然后小鸡又打不死我，然后我又一直被它攻击。有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它变色了，所以像它变色之后，我们的东西就已经把机器给架起来了。但是机器架起来之后呢？喂，帅，等等，哦，这个小鸡在打你呢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拜拜。你可能先拜拜吧，不是你先拜拜啊？你看他干嘛啦？或者你先 kill， 你先 kill 自己吗？还是可以的 ？kill 自己。哎呀！哟 OK， 好，我吸了你的经验值了。OK， 然后你的那个坟墓有留下来啊，还 OK 的啦。坟墓，对，我要去找一下我的坟墓，我要挖坟一下。应该不会这样就动作吧？应该还是要一点什么东西才可以啊。欸，有，他正在动作，欸，他在动作，欸。有啊，他 progress 一直抽到 100%、欸。有，有东西出来了吗？有东西出来了，真的是刚就出来了耶！什么？下角哦，有，为什么东西这样子丢进去它就会出来了？我也没给他任何动力啊，喂，我没给他任何燃料，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他就动作了？这个也太自动了吧！太自动了。SLAG 是什么？这个 slag 我可以查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，查一下单字好了。对，查一下。slag 不是，机器也太自动了，矿渣了。哦，矿渣，它是矿渣，啊，所以就是说在制造出这个钢的时候留下来的渣渣这样子，所以这个渣应该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吧？也可以拿去做成泥土，哎。哦。欸，为什么这东西这样就会动作了？我不懂欸，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会需要很多的铁咯。对，这样子要很多的铁。那我就来再烧一些铁出来，因为我这边还挖了很多的铁矿，那这边烧就好了，这边就直接丢进去给它烧了。太好笑了。15个，等一下，好像怪怪的欸，现在怎么好像都只出焦煤出来而已，等一下。好。然后我先把，如果我只把铁锭丢进去，它会出什么事情？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没有一个配对的合成表找到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再放那个煤炭进去，煤炭，然后他就会开始动作了，所以可能是要那个摆放顺序也要注意一下了，铁要先放，然后才能放那个炭之类的吗？哦，欸，对，有了，终于，所以如果先放煤炭的话，那他就会判定说你是要合成那个，哦，对焦煤出来，对对，哦，哇，超讨厌的耶，这个东西。真的、欸，不过他现在在弄，好快哦！这个刚出来真的很快。对，三个了，哦。来，我再塞回去，我刚刚拿出来的，所以现在18个，他们总共要我们要24个就可以完成了吗？对，27啦，27。钢地一定都 OK 了啦，我先拿了。OK， 先把那个有了，之后完成。哎，欸，再来是杀鸡，哎，杀鸡。对，杀的鸡，要把鸡杀掉吗？不是啊，杀的鸡，能产出沙子，对，沙子的鸡。哦 ，OK， 把它放出来。那刚刚那些鸡呢？原木鸡都不见了。原木鸡在这边。哦，在下面了，不会打你了吧？真的有产？他没有，他不会打我了。他真的会产出那个？我们盖一个鸡房，鸡
盖个鸡舍出来吗？鸡舍。好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来制作的是防腐木板了耶。有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刚刚木炭确实是要放在里面给它跑，然后呢，在左下角这一格里面就会有一些有没有这个叫做杂分油，左下角这一格有一些杂分油，有一些些。哦，对，一点点，两千多。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杂分油去合成这一个防腐木板出来。防腐木板，所以可以捞 OK 杂分油出来了，终于有这个杂分油了，然后就可以合成了吗？我怎么记得他刚刚好像有说有杂分油就可以合成，但是为什么我这边查了一些合成表却没有东西出来？有了，防腐木板有了，八个出来了，再多给我一些木板，他要总共要多少个？还有16个，所以我只要再8个木板就可以了。你那边有吗？不然就要去外面砍树了。哎，这边有原木做出来。哦，太好了，你用原木做出来，或者原木我直接做就可以了吧。对啊，你直接做，里面还有十几个。简单，这样子的任务又可以再一次完成了。对，好酷哦这个。但是这个防腐木板到底可以用来干嘛呀？可能。他可能会有白蚁这样子。不会吧，他还有白蚁，这太夸张了。所以我看一下任务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下一个了对吧。 OK， 下一个我去看一下工具装配台。他有个工具装配台啊，我查到了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可以合成，其他都不可以。工具装配台有好多种材料，但是他只有一种可以合成，就是用刚刚的钢合成出来的。对，而且它需要3个钢的方块，就是要9327个，所以它才会叫我们做27个钢锭出来。27个钢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其实都是有关联的。对，它全部都帮你计算好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出来之后，工具组装台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先挖下来一下，因为它要就是要拿来这一个工具组装台去合成它的那个工具装配台。工配，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合成一下？哦，它需要防腐的了。好。防腐木板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合成它的东西了。哦，但是它工具台坏掉了，我不知道哎。但它要防腐的是防腐音架，所以防腐音架是能合成吗？我看一下，防腐音架哦，对，要防腐木板6个加防腐木棍，有了，好的，防腐木音架 ，OK， 防腐木音架我已经做出来了，好嘞。有啦，可以合成工具装配台终于出来了啦，比较高级一点的了啦。有了，哦天哪，所以比较好的工具装配台代表可以合成比较好的那个装备了啦。对，哦，有，它旁边的那个装备又多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有锤子啊什么手里剑。你觉不觉得我们手上这把好像就已经很好了，就已经不错了，33攻击伤害，旁边合成的这些不太知道能不能到达33攻击伤害啊。对，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研究，因为这个降魂模组的东西很少用，哎，是蛮帅的，它还有蓝色的，发成蓝色的光，那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下去做啊，对啊，你可以连接各种材料下去啊，所以我们这边会得到3张100块钱，好，可以3张100块钱得到的，可以啊，300块哦，有300块喽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不到，还没找到地方可以那个、啊、消费它呀，可以花钱，等下去跟村民买一些东西。村民好像也不收这个的吧？哦，是吗？对，好吧，反正我们的最后一个任务终于准备要来了。最后一个任务了，我们要做的是大柱模板啊，有了，大板模具已经出来了。要烧，有，你有了，我消耗一个什么大板，消耗一个那个模具啊，可以啊，我这边已经弄出来了，在模具加工台这边，我把那个大板模具先弄出来。消耗柱模啊，消耗一个柱模。日本大阪是吧？对，它要消耗8个石头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大阪都可以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有石头大阪先出来了。OK， 石头大阪、哦、可以，出来应该就是大阪铸模。所以石头大阪出来，我先摆在这上面，然后呢，我再把那个这边需要的是，我们有黄金嘛？黄金好像没丢进来烧，对不对？先烧一点黄金进来。对，黄金我记得我刚刚有，这边有一些金矿在这边，我先烧一点金矿进去。狗又来了吗？琥珀金锭，琥珀金锭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已经出来，熔融的黄金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把这个浇筑下来。那大阪的
大阪触摸出来了耶！大阪触摸耶！到底是日本大阪还是什么？我刚刚也看了日本大阪，这是莫名其妙哦。坚韧手柄 ，OK， 坚韧手柄，我们来看一下坚韧手柄在这里吗？坚韧手柄的这个模具要先给它做出来，然后一样啊，坚韧手柄，然后这个可以先丢了吧？我丢不出去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放上去，然后一样消耗材料，弄出一个坚韧手柄。手柄啊、手柄铸模，坚韧手柄出来之后呢，再来浇铸一下，很好。但是现在东西都有了耶，他任务好像没有算我们完成，是吧？哦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啊，要对 ，yes， 哦，你拿起来就完成了，太好了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说，我们右边可以选我们要哪一种东西了。你要比较好的武器吗？还是怎样？来，我用一个马玉林的，好了，你可以用一个其他的看看。所以怎么那个模具可以？小心，苦力怕。Oh my god！ 怎么进来了？天哪！哇！等等，东西被炸掉了，他居然走进来了。这边还有狗也进来了。等等，我们的东西被炸掉了。啊，我们的门呢？我们的门被炸掉了，也被炸掉了。我刚刚那个门看起来那么强，结果被炸掉了。哇！苦力怕，苦力怕，苦力怕！哇！一刀砍不死他呀！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哇！东西全部爆出来了，这下真的糟了。真的。然后我们刚刚那个钢的工作台被他炸掉了耶！哇！他又来了！哇 ！Got it！ Got it！ 什么东西？苦力怕。那个声音是苦力怕？是的，它是一种改装过的苦力怕。好了，现在外面又是一堆的怪了。然后刚刚我们的基地呢被大家也看到，我们被炸的还蛮严重的。是的，不过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有带着。这个重要的东西我才会永远都抓在身上，有没有？这个最重要的骨头，还有这把剑，然后还有这些装备，这样子没关系。我们再稍微的整理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下一集的话，我们是有看了哦。这个任务的部分不一定要按照一个一个条目下来哦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先去看要去做哪边，就可以去做哪边。那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国际贸易市场这一个东西哦。这很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，用起来之后也许有一个什么样的贸易市场可以让我们去交易东西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所以下一集也许我们会朝向这方面发展。那我们先整理一下我们的东西吧。对，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看看怎样可以更安全一点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，回到未来模组包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期待我们再相见，拜拜大家拜拜，拜拜。